大家好，我是新龙 Mr. OK TV 带观众朋友今天来到 Mr. OK 健身房，眼前这位 Superman 帅哥就是 Jackie Ng， 来跟大家问声好。Hello Mr. OK 的观众们大家好，我是 Jackie 黄思亮。你本身是从事哪一方面的行业？我本身是在做健身、瘦身跟防身的那个行业。你是教练吗？对，我是教练。你看他的肌肉get 啊，不要人呸呸 ，OK 你在这一行做了多久？从事多久了？我在这一行从事了，哇，其实真的是蛮久的。以前我在警察的时候，在警察部队的时候就已经在担任那个防身教练的那个项目。在警察？对，你还是担任防身？对，在防身，跆拳道啊跟防身的那一项都是我的专长。然后，直到我出来为止，到现在我快20多年了，就是从警察行业到现在，20几年了，将近有20年了，哇，20年的经验，哇，经验老道。这在这20年里面，你觉得这个从事这行业的感觉是怎样？其实很开心，我本身都很喜欢运动嘛，然后，可以去告诉人家应该怎么运动啦，应该怎么做 exercise 啊，怎么照顾自己的 fitness 啊，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，非常有意义的一项事业。可以告诉大家，你这个 master 啊是念多久才有这样 get 的啊？ OK， 练多久啊？这样练都要练，我看这样练都要练很多年了嘞，这样。很久了，就是从以前啊，我是讲从以前，你就是可能是还是没有 master 的时候，练到有 master 的时候，是可能半年、一年还是？哦，如果真的是很有心练，对，然后要注意饮食这些，如果真的很有心练的话，大概至少需要半年才会有成绩，对，半年，包括饮食都要注意，饮食，然后睡眠，然后运动。这很难的，饮食我没有定时吃，睡眠我不够，看就可以，羡慕就可以了啊。如何锻炼成这样？基本的做法，还是一定要拿铁啦，健身一定要去健身房。像你看我们的 OK 健身房里面应有尽有的器材啊，哇，不简单哟。是要这样器材才可以做得到吗？不一定，其实不需要的，只是如果你真的有心的话，在家里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拿来当器材来练。比方说。椅子啦，煮水的那个水壶啦，水桶啊，这些其实都可以。椅子、煮水的水壶、水桶。对。你讲椅子，我就想到以前看一些古装戏啊，他们的一个板凳啊，就可以拿来哇耍板凳功啊，打架等等。现在的椅子可以吗？不要拿那种太重的，拿那种比较稍微，比方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其实都 OK 的，都可以的。怎么做呢？拿起来我。对啊，那你说可以这样拿，如果你要练这里的话，你就要这样子拿，然后站直，记得腰骨要正，然后腰骨要正，对，然后把那个椅子这样稍微这样扶起来，用力的时候呼气，记得扶住那个椅子，然后看那椅子的大小。你会建议我们讲普通青少年一天应该要花多少时间做运动？其实照理来说，我们说运动尽量不要超过一小时，如果一小时，对，多过一小时的话，反而会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一些无谓的压力，然后一旦有压力的话，人其实就反而容易肥胖。其中一个让人家肥胖的原因其实就是压力。怪不得我这么肥胖了，压力太大了。你好命啊。健身之后可不可以立刻喝水？你建议吗？我看过很多人健身了之后恐吓嘛，哇，那个水就立刻打开整瓶就灌下去了。是正确还是不正确？其实在练身本身一定要在每个练身的每个阶段少量的补充一些水分，那是必须的。少量不是灌整罐那种不要猛灌如果咕噜咕噜咕噜猛灌，你要练，水都喷出来了，变成猛来眼。其实我们来了一两一只猛来眼在里面了。所以喝少量的水是可以补充我们身体所缺乏的那个水分，可是如果是大量的摄取水，就不对了。不对，不能够猛灌。会怎样？只是变猛来眼？可能会因为你用力嘛，你一肚子水就不露出来。对呀，去了那是猛来眼喷出来的。运动后需要多久时间休息之后才可以进食呢？
其实通常、哦、如果你要把肌肉练得好的话，一旦运动过后，其实在30到45分钟里面，一定要补充一些蛋白质跟碳水化合物的食物。有的人会在这个时候呢补充那个鸡胸肉啦，还有那些蔬菜沙拉啦啊，我知道你有节目做蔬菜沙拉的哈，那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这样补充一点点是好的。嗯，对，所以他们说在30到45分钟之内，因为这个时候是你的肌肉非常需要营养素的时候，你在这个时候补充，它会吸收的多一点。对，是不是需要？如果是要正确的把我们的身材锻炼出来，应该是口感方面、饮食方面要注意，不可以太咸，不可以太油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太咸。你有这方面真的去注意这些吗？看情况啦，有些时候忍不住的话也是会乱吃，然后突然间如果看到镜子，突然间觉得自己身材突然间怪怪，就看到了，减少了，看到，对，基本上还是需要控制一下，对，少油少盐少炸的东西，然后少那些碳水化合物的东西，减少，对，对，记住要身材好。嘴巴就要辛苦一点了，不要贪吃啊！贪吃的话啊，你就是像姜辣，不能姜辣啊！你要这样的话，就是。哎，刚刚我们谈到了，你今天要教大家的是什么？锻炼手部的运动。我们现在就来示范啊，如何做简单的运动。哎，我要问一下，就是我们在做运动之前，是不是应该做一些基本的松弛我们的肌肉的一些热身运动？对对对，非常重要，热身运动是在每一个运动之前一定要做的，示范给大家一下。好，来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做那个热身运动，其实今天我们等一下讲的是做手部的，所以我就不会说把整体的运动弄下去，不过先简单的说，就是说身体一定要把先自己的那个心脏哈的那个速度调高一点，所以我们最轻轻的这样子跳动。如果觉得膝盖有痛的话呢，你就可以轻轻做这种蹲起的动作。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说在2分钟、3分钟里面，让自己的心脏心跳加速一些，然后让自己感觉身体会热，然后跟排一些汗，然后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的肌肉就是比较松弛，就可以开始做伸展运动。好，第一个运动呢，我们就会把手伸出来，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伸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算十伸哈，然后10秒钟了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把手呢伸往这里向前伸。大概也是10秒钟哈，10秒钟之后呢，我们会把手去后面，也是10秒钟。如果要看后面的话是这样子 ，OK。然后在这个时候呢，轻轻的把手腕松一下，好，然后伸展出去，大概每一个伸展动作呢是做大概10秒钟左右。然后左手了之后，然后就做右手，那个就 OK 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呢就要示范在家里 DIY 的时候呢，如果没有哑铃的话，用水壶怎么样让自己的手臂更加结实，更加健美呢？好，我们现在就拿一个水壶，看你自己的水壶大小了哈。所以如果说这个水壶呢是如果初学者的话是 OK 的，所以第一个呢，如果你要瘦这里的话，我们就会在热身了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做这个动作。当你在做这种动作的时候呢，你自己在里面也要出力，所以你在捏这个水壶的时候记得把它关紧哦，不然你要弄到满地湿湿。所以对，起来的时候呼气，然后拉下去的时候用后面的手臂的那块肌肉把它拉下。通常呢这样做这个动作的话，我们会做大概10次左右，然后就可以换手了。所以比方说做了这个手，然后10次就做这个手。好，现在如果要练这里的话呢，应该怎么样呢？我们就会把身体稍微倾向前面啊，然后可以把脚张开，然后这个时候你的 elbow 是直的，所以在这时候呢你推出去，大概10次左右哈。每一个回合呢就是做10次，你可以做3个回合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练前面后面。大家看到了没有，这么简单耶，我真的没有想到原来一个水瓶就可以做运动了。对啊，真的。如果是哑铃呢？哑铃呢就其实更好了， 你就可以选择它的重量。 OK， 对，你会建议哪重一点还是哪轻一点？初学者一定要拿轻一点。以我这样的身材啊，你说我应该应该用多重的？
嗯，我很贪心，我喜欢比较快速一点，不是贪心，我觉得，时间不够用嘛。如果要锻炼啊，就快一点啊。你说我这样啊，没有东西。要去健身房，然后要感觉一下。通常你拿的时候，其实初觉，如果刚开始哦，我们不建议拿太重，因为太重的话反而会伤到那个肌肉。一旦不好的话，如果伤到腰骨，那就更惨。所以刚开始我们会选择拿一个重量大概。是自己的那个78cm的那个感觉左右，然后你拿哇78cm，你再用78cm的那个力就 OK。78cm，千万不要哇几百%这样子，那是不可以。我们训练的当中啊，是有什么东西应该要借口的？应该要借口，尽量少吃那些淀粉的。比方说，他们说啊，那种白面包啦，那种很黏的东西，我们都会尽量少吃。如果马铃薯呢？马铃薯其实是 OK 的，适当的话，马铃薯呢？适当啦，不是哇100粒这样子。他们讲说，如果是健身，马铃薯应该拿去做蒸的，不要去炸，只是拿去蒸啊。对 ，steam 了之后就是这样吃，对，连调味都不要。对，这样会帮助我们的肌肉，会帮助你补充你的体力，因为它是 carbo 嘛。补充体力，所以那个会建议啦。对，那个是 OK。蔬菜尽量吃多一点啦。蔬菜、水果，然后还有那个蛋白质。睡眠你讲很重要。睡眠肯定要，因为其实我们的肌肉要长的时候是在你休息的时候，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是在稍微的轻微的搞破坏，然后在吃跟休息的时候呢，你的肌肉才会在这个时候长。一天睡几个小时？18个小时。对，18个小时差不多。8个小时不是18个小时哦。对啊，那别人在那边睡过，睡美人了啦。OK， 好的睡的话，7小时是 OK 的。7小时到8个小时，所以我们适当的饮食、睡眠、运动、啊、就有这样的身材。如果不要这样的身材，可是啊，就是要健康的，就不要锻炼那么多吧。如果是要健康的话，不需要练到这么辛苦，就是只是有一些基本运动，流流汗就 OK 了，让自己流汗啊，然后帮助自己的新陈代谢啊，然后让自己的那个心脏比较健康，那就 OK。所以记住，要健康，要运动，对，我们的量身定做。